命运给我们什么都能接受。狗哥，你的序号是二，就是最中间的。对对对，没问题，可以可以。相不相信我的手气？狗哥有没有相信手气？不用看了，没手气。没有手气，没有手气。哇哦！我们抽签就不抢着去抽，听天由命，上天想要我第几个出去，我们就第几个出去。结果上天想要我们第三个呢？也不是最先，也不是最后，我可以稍微缓一缓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要跟吴亦凡一块在舞台上一块表演，我已经把我自己的兴奋度抬到100%了。我会指着六强座位上的人，等着我，我过来了。欢迎各位来到爱奇艺纯网自制 VIVO 中国新说唱九进六抢位赛的比赛现场。在之前的九进六突围赛，有两位选手成功晋级全国六强，让我们请出潘玮柏、邓紫棋战队周汤豪、吴亦凡战队王以太。What's good, new team? Come on, baby. 全国六强还剩余四个席位，将从今天的七位选手中产生。非凡之战一触即发，解锁年轻力，照亮说唱锋芒。首先，让我们有请吴亦凡和他的战队成员 Blow Fever、纳吾克热带来他们的战队表演。开玩笑 ，Dream Team 最起码是最有信心的，自己一定的，不可能被击败的。你呢？一直我自己在说，我们队是很强很强，我们队是最强的梦之队什么的。我觉得也是时候要证明一下，你这个队确实是强的。